Hello， 大家好，这里是 Chrome Web Store， Chrome 应用程序商店。这里面呢，它有分享了好多好用的应用程序，例如说2023年热门精选。然后呢，往下一看呢，这边竟然有采用 AI 技术辅助的扩充功能，这边显示更多。哇哦，有这些应用程序可以使用哦。只要您打开一个 Google 的浏览器就可以看到。那这边呢，我觉得最受欢迎的是这个 Cider， 把它加到我的 Chrome， 然后新增扩充功能。那到时候呢，我的这个浏览器上面呢，这边就会有支援这个，例如说 ChatGPT 啊或者 Bard 之类的。然后我现在呢把它同步所有的 Google 账号，我同步一下。然后呢，选用这个程序。那再来呢，这边选继续。以及使用。